瘦身秘诀，瘦身秘诀就是一定要运动，一定要流汗，不要想着我天天躺在家里我就可以瘦下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们都不要妄想通过节食来减肥，这是不现实的。吃还是要吃，但是要一定要运动，但是可以适当减小你的食量。所以不要再做梦啦，醒醒吧。